Hello， 各位打天下战士们，大家好啦。那首先我先和 YouTube 战士们解释一下啦，为什么突然间打算拍这期女装的挑战。B 站的战士们和我说，这个是 B 站的一个传统哎，就是只要一达到10万粉丝呢，就必须要穿女装挑战。然后我其实好长时间就已经达到10万，我当时呢也买了一套女生的嫁妆衣服啦，还有假发啦，我手上的假发，万事已经买全了。但是因为太忙了。很难抽到时间出来，然后只是最近呢，可能有留意我的战士们知道说，最近我心情有点低潮了，就可能需要拍一些这些开心娱乐的视频来，也顺便让自己心情好一点嘛，所以我就约了一个马来西亚的摄影师来去国家公园那边拍摄。那当然了，今天也不是整天拍女装的啦，我们会去国家公园那边拍一些特写，去拍一些照片啊，那些美的照片，以方便以后做一些小卡片啊、明信片啊，送给打天下战士们。然后呢，在拍摄完之后呢，我就会做这个女装挑战啊，全部已经在了。但我后来我发现我少买一个东西，就是假的胸。所以等一下呢，我和那位马来西亚的好像是我的学妹来的，我们会去五道口的超市那边，他会帮我买多几件衣服啦，因为会不同的衣服来回切换，所以我然后顺便呢去超市那边看有没有假胸卖。然后我现在等他还没有到。然后呢，我还得说声不好意思，我忘了带我专业的麦克风出来，所以这一期的声音可能会有点难听了。我是用 GoPro 自带的麦克风。OK， 所以我们买完东西好了，感觉好像买女装的东西花的时间比较多，所以现在去吃个午餐，然后就要去国家公园了，打个招呼。知道他手上这个镜头2万块钱，对，哇，果然摄影界术业有专攻，天哪！笑吗？嗯，正笑。嗯，再放松一点，就是那种啊，你就是再写一遍，对，然后往后仰，然后一个这样子啊，就是你这样子，然后你的嘴巴一边歪来这边，嗯，对，对着镜头要笑吗？嗯，对对。
侧边行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看前面。最让人兴奋的时刻了，就是女装之后，所以我先来到一个没有的地方，先换上我的女装，拿这个背包。OK， 谢谢。OK， 好。最让人兴奋的时刻了。啊，得。我觉得我真的会冷死。讲话其实 OK， 你不讲，一讲话，难的。这是我的朋友。这个设计很。真是很冷很冷。好
好啦，不玩的啦，今天就到这边了啦。该拍的照片都拍了好多张，应该都挺好看的。主要是太冷了，现在大约5-6度。我有没有像个女生的说，像女生嘛？所以我这一次扮女装怎么样子的？哇，其实我真的理解女生的痛苦啊！哇，好烦人啊，这些头发。我不开口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像女生？老实说，在弹屏里面告诉我。好啦，所以我这一期影片就来到这里了啦。不知道有没有让到你们笑呢？我也算是蛮兴奋的，也蛮开心的啦，因为这段时间确实过得挺不开心啊，希望能够做一些娱乐的视频，能够让所有人都一起开心一下吧。谢谢大家支持，我们下一期见。